莫涛，你的伤子怎么样了？你终于来看我了。我看看。哎，不用，我恢复的挺好的。你看，是吧？再说还有医生呢，没事，放心。你呢？好吗？挺好的呀。莫导，我这次来，除了想来看你，还有想跟你说，我要带我爸出国看病了。而且我可能就不回来了。好事儿，之前那么大动静，你父亲身体不太好，出国去散散心也挺好的。那你会想我吗？我肯定会想你的。我不但想你，我还想我七班那些兄弟，还有李希成。行，我明白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家。哎，真真，郑小康对你和你爸都挺好的吧？嗯，挺好的。我们俩机票都是他买的。明天早上九点。叔叔，你能不能不要像蚊子一样叫？你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我疼。你体能好当然没事了，不像我们这些体能一般的，天天这么练，谁不得送半条命出去啊？你说呢，老王？我不想说话。说话太累了。你看，吉吉，你累吗？你看，睡着了。你们是不是怪我，把你们练得太狠了？齐成，他们就是瞎抱怨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？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考核，那我们就只能回去。如果你们谁想灰溜溜的走，最好提前申请，别扯到其他人的身上。就算是回到原属的消防站，那也是消防员啊，谈不上灰溜溜的吧。李班长，你是不是受啥刺激了？我没受刺激。我只是不想被人看不起。
不管以什么方式，我就想一直陪着你。所以你放心去蓝燕吧，你岳父那儿我会照顾好，我自己你也不用担心的。我要带我爸出国看病了，明天早上9点。木头，你真的不打算挽留我吗？连个电话都不打。哎，珍珍，来，你的护照给我一下。给。你跟叔叔聊会儿天，我去办理一下执照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找什么呢？没找什么呀。哎呀，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还挺舍不得的。爸，您就专心把身体养好了，又不是不让您回来。嗯，其实呢，小康这孩子还是真不错，而且他们家的生意做得也挺大。你们俩，得，算我没说啊，反正也管不了你了。你到了国外以后啊，自己会想清楚的。师傅，能再快点吗？好的。珍珍，珍珍，哎，叔叔，都那个办完了，咱们走吧。好嘞，走。慢点。珍珍。
好的复合，你这条腿就废了。没事。喂，他现在根本就不配合，你们队里最好派一个人过来。 正因为是这样，我才不能在感情里，你一旦往前迈。 行了，马上休息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也有不守规矩的时候啊！我说你们这对小情侣就不能一块儿来啊？看来易斌工作做得不错，你都会开玩笑了。有话直说。我非常认真的跟你说，你不配合傅剑根本不行。你要听医生的话，你必须要。 遵守规矩。 我觉得啊，谈恋爱彼此必须要给对方精神上的愉悦，做不到的话，那就不谈了，是吧？过程中呢，肯定会有面对很多外部压力的时候，但话说回来了，生活不就这样吗？不过一旦你迈出去了，就不要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了。前前后后就几十年，能过到哪就算到哪，想那么多干嘛？顺其自然就好了，你说是不是？
我真想他了。你也要给他一点时间，毕竟他刚刚经历那么大一件事情呢。行了，你跟易冰的心意我领了。说完了吧？赶紧归队吧，这么晚出来，肯定是偷跑的。哎呀，这回你真是看走眼了，我是专门请假出来的。能让我请假出来见的人没几个，你是其中一个。走了，走了，好好休息啊。没伤着你吧？啊，没事，老赵，多亏你来了。哎呀，没事就好，好怕呀。没事就好。哎呀，人没事就好，有我呀，都让我们两个给扑灭了。没伤着人就好，对，没事就好。是啊，好样的。哎，行了，没事了。哎，快来了。哎，老赵。什么情况？还有人吗？里边没有人。开始啊，就张姐一个人在那儿灭火。后来我赶到了，就拿了灭火器，把那些明火呀，就全都给浇灭了。赵叔，你们救的火啊，多危险呢！为什么不等我们来啊？哎呀，当时也没想那么多。是啊，看着火越着越大呀，我们就冲进去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们带人再排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复燃点。是是，好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老赵，这是后怕呀。你是社区的巡查员，平时还得多留心多排查。这次啊，是我疏忽。吴队，我想再进去看看。好。啊，去吧，注意点啊。嗯。起火点在哪儿？不知道。啊，就我在二楼吧，我就看到冒烟了。一冰，忙完了快点吃饭啊！啊啊，知道了。
来，快点把伞上了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谢谢张姐。哎，赶紧赶紧啊。嗯。哎呦，哎呀，一冰啊，哎呀，今天想想就后怕呀。哎呀，我也是太冲动了。是。哎，别跟西城说啊。张姐，你放心吧，肯定不会跟西城说。只是以后真的别这样做了。第一，缺乏知识，贸然打开大门，进入大量新鲜空气，肯定会加大燃烧。嗯。而且，你要是出事了，西城怎么办？是啊，今天啊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嗯。这要是真出事了，你说我怎么向西城交代？哎。您跟那家店熟吗？哎呦，熟啊，都是邻居啊，经常见面。嗯。怎么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从来没看见他们的老板。哎，你这一说还真是啊。是啊。嗯，而且他们家啊，他们家从来也不关门，连过年也不关门的。哎，今天怎么就关了呢？嗯，关键还着了火。还不关门？这夫妻俩在这条街上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，别看生意不怎么样啊，但是从来不休息啊。关键他有一个不争气的孩子，啊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在哪儿什么都不干，就知道骗他爹娘的钱。是不是个子不高？二十三四岁的样子。嗯，你见过？他今天就在人群里。啊，这，我怀疑这是一场人为纵火案。人为纵火？但现在没有证据。您能帮我找着他吗？哦，这一带我熟，肯定能找到。行，那我先把样品拿回队里去化验。嗯，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去找找他。好，好吧。嗯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赶紧去。好，慢点啊。嗯，慢点啊，慢点啊。好，快快快快快吃。我吃完饭，吃完这一碗啊，等会儿换衣服。哎呀，换什么换？快点吧。哦，你走之后啊，我就打听了一下，听说那孩子就在这网吧上班。嗯。啊，进来看看。哎，老板。哎，赵叔啊，您这一个月这几趟啊？我这消防合格，你看，这灭火器都是新的。这。哎，我知道合格。我今天来啊，不是来检查的，是来找个人。啊，那个。姓林家的那个小子，是不是在你这儿上班啊？哪个姓林的？哦，叫林聪。啊。哦，那小子早走了，这一天天的，上班时间和客人打游戏，我前两天说了他几句，那家伙脾气比我都大，直接不来了。真走了？赵叔，咱这儿也不能养这样的人啊。啊。注意防火！哎，啊，好好好，走吧走吧，来转一转吧。您放心，啊好，亲自盯着呢。一冰，这一带我们特别特别熟，你放心，那个人一定能给你找到。那就麻烦您了。哎呀，麻烦什么呀？看我麻烦，一家人不说这话啊。哎，站住！哎，妈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也不上班？我正在上班。啊，工作我不反对，你要是借工作之余啊，套近乎拉关系，我不答应啊。哎，妈，真是。一冰。哎，一冰。哎，赵叔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找了好几家，还是没找到。不过你先别急，我已经都嘱咐过了，他们有消息马上会告诉我。啊，谢谢赵叔。不客气。哟，老黄，老张，老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社区参加歌唱比赛，我和舞伴儿去参加排练的。那排练的怎么样？自从你不参加呀，我们没有主唱，干着急呀。哎，舞伴儿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冠军。啊，老赵，原来是你啊！哟，你瞧瞧。我可是你的粉丝，你是我心目中的男神呐！是吗？啊！哎，老赵，其实你开什么饭店呢？抽出点时间跟我们一起，帮帮我们吧！啊！
好，那我就去看看你们排练。好啊，走。走。哎，温一冰啊，赶紧回队里啊，别在外面瞎晃悠，听见没有？抓紧啊，赶紧回去啊。哎，老赵，走吧，走。最近太忙了，也忘了过来收拾一下了，怨我。真真啊，平常是最爱干净的，看到家这样，估计咱俩又要挨骂了。能让我单独待会儿吗？嗯，当然可以。嗯，钥匙给你。走的时候记得把门锁一下就行了。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20年前，蓝焰特勤成立。7年前，蓝焰特勤增至到6个班，而今天，蓝焰的第7班有可能进入蓝焰特勤的历史。今天在这里，有蓝焰特勤的老人，也有新鲜血液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在我的眼里，资历永远不是重要的东西。在这里。抢险救援的能力才是你们唯一的生存法则，也是你们享受蓝焰特勤这4个字荣誉的根本。所以啊，小伙子们，你们要记住，蓝焰特勤的历史就掌握在你们手里。开始吧，开始吧。A、B、C、D 4个区分别布置了2个假人，每个区域都有路标指引，必须到 C 区有深水无法通过，但是要到达 C 区，你们必须经过 B 区，这就意味着你们无路可走。20分钟，所有人必须撤离建筑，假人没有营救成功淘汰，超过时间淘汰。3分钟。你们有3分钟协商战术。七班，集合。小心，队长。队长，7班已经准备完毕，等待救援考核。考核开始。是。
王一山，保持。欢迎回来，想班长。班长，在你住院期间，我们大家本想去看你，但是我们没脸，只有通过考核，我们才有脸见你。哟，都在呢。哎，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啊。没什么事。我们王班呢，买了点雪碧。一呢，是为了欢迎启恒归队。二来呢，是为了庆祝大家通过考核。来，别客气，自己拿啊，来。开始吧。哎，兄弟，我就是个送水的，我就是个送水的。多浪费啊你们啊！多浪费啊！一刻都闲不住啊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这么多年习惯了，器械都需要休息，更何况人了。你就应该找个机会好好的休息休息。七班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能跟大家打成一片，这熟了之后呢，什么都好说。西城，从你进安定到现在一步一步我都看着。以前你目无纪律，违反规章制度，可是现在把七班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一堵坚硬的墙。好样的，你需要更大的空间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你说的话吗？你千万别这么说了啊，我有点不习惯。其实经历了这次受伤也挺好的，想明白很多事儿。班长，你知道七班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吗？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，就是等着班长回来。
我原来跟冯卓讲过，好好加油。这句话我今天也跟你说一遍，好好加油。妈，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，我真的是来工作的。我也是来工作的呀，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跟那个小滑头的事，我是坚决不同意的。张姐，我来了。哟，一冰来了。哟，一冰来了。呀，老赵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没事儿。哎，赶紧走吧，那个社区的门开了。啊啊！走吧。啊。走走走，老赵，走走走！哎，一冰、啊，赶紧回去啊！好，好，走走。哎，一冰，你等我一下啊！好。林聪这孩子啊，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这孩子一点不诚实，在我这儿买烟呢，一直都赊着。嗯。这不最近几天啊，在我这儿买了好几盘蚊香，还赊着呢。我能看看蚊香吗？啊，可以。哦，快去。就这种，听说啊，在老李家也赊着呢。他在那儿买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不大清楚，我们去看看。行，看看，麻烦你了啊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咱们走。谢谢啊。走啊。除了这麻绳，还有买别的吗？哎，就这麻绳，还赊账呢。要不是看在老林的面子上，我这麻绳还不卖给他呢。